果然，无论去到哪个城市，当地人推荐的就是靠谱。由顺德当地人给我推荐的一间私厨，朋友们能看到啊，人气实在太火爆了。不要去那些网红店做冤种了，这种店才值得朋友们收藏打卡。这家店名叫凤苑私厨，颇具格调的岭南水乡装修风格，主打各种顺德特色菜。食在广州，厨出凤城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顺德人在美食界的造诣真的是相当高。这间私厨不仅食材讲究，而且出品的味道真的是一流。这一道砂锅红焖黑山羊价格78块钱，相对分量来说我觉得很实惠了，锅气十足，出餐上桌的时候真的是满目飘香。选用的黑山羊品质非常不错，它的表皮是经过烘烤的，焖的火候掌控的刚刚好，而且也焖得很入味，表皮吃起来口感弹糯，且经过烘烤多了一种特殊的香气，肉质的口感是比较滑嫩的，而且羊膻味不重，非常香，调料的味道都被焖出来了，是附在表面，很香。这一道头菜预估蒸牛肉价格56块钱，出餐上桌的时候那些香气真的扑鼻而来，牛肉从卖相都能看出来是比较鲜嫩的，吃起来口感滑嫩，牛肉汁的味道特别鲜明，味道微甜，应该是加了少许白糖调味，头菜不会太咸，预估爽脆，味道鲜美，加了葱花，浓香的花生油和甜口的酱油调味，而牛肉的鲜嫩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道砂锅焗大鱼头价格56块钱，揭开锅盖的一瞬间真的是香得不得了。砂锅焗鱼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在顺德这边也有很多饭店有在做的，相信朋友们从卖相都能看出来了，他这里的出品做得非常棒。选用鲜鱼头、姜、葱、蒜、海鲜酱等砂锅焗，吃起来不仅鲜香入味滑嫩，而且一点都不腥，酱汁的味道渗入鱼骨里面用力吸啊，很香，吃起来口感滑嫩，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！姜葱蒜的味道都被焗出来了，不加一滴水，吃起来真的很香。顺德这种店怎么能错过呢？喜欢的朋友可以加我关注，收藏转发视频，给朋友们分享更多靠谱美食。我是大兵，咱们下期见。